你看，孩子啊，太年轻，棱角没磨平，您费心了。好说好说。对呀，您先给上什么项目？那就先捏个脚吧。孩子太小了，有分寸，有分寸。不就捏个脚吗？至于吗？你是真不知道六爷的事。把他弄醒。姑娘，对不起，姑娘。小宁啊，你就扶个人，要不然你遭老罪了。让护士不回来，我绝不低头。是条汉子。子东，上棍。小宁啊，你等着，轻松啊，轻松。妈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子东下棍。使劲啊！上这边来，上这边来。我喊一二，你们使劲。一二，使劲。一二，使劲。一二，使劲。六爷。我看差不多了吧，既然来一次就多上几个项目，子动啊，上器械。六爷不行啊，他让他会死的。六爷，六爷，两护士不回来，我绝不低头。拿搓衣板干什么呢？刮痧。小兔子乖乖。把门开。宁儿，你别吓唬我，你没事吧？你是小红帽，他是大灰狼。小宁啊，你还想柳护士不？柳护士是谁？柳护士是大灰狼，我们都是小红帽。啊，对，阿丽，几点了？六点来了，六点半了。不不。